这个扑克牌呢特别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法呢？整副牌连到盒子穿了一个洞，然后呢，我用条绳子把它串起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项链。哎，说得好，谢谢。你看，行啊，你过来这边。至于有什么用，等一下我们再去，再去研究它。对，这个就放在这边，不要理会它。不要理会它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你之前有学过魔术的经验，你应该知道，所谓的扑克牌魔术这种东西呢，洗牌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当然。洗牌很重要，我还记得当我小时候练习洗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。首先呢，你要准备好一排的整整齐齐的扑克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到十三，对，好，一到十三，一到十三，一到十三，然后四种花色排的整整齐齐，是，这样还训练你洗牌的手法。嗯，来，你知道怎么做吗？不知道。好，首先你把它排整齐，接着呢，你要尽量把它洗乱，看你能洗多乱。如果你能洗得越乱，代表说你的功力越好，这就是测验一个这个。魔术师洗牌技巧的一个指标就在这个地方，像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叫切牌。对对对，切牌。切完牌以后呢，就叫做花式切牌。好，这个叫花式切牌，就叫手上式切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你可以这样切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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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啦。好，那一般我们在赌场里面看到是这样子洗牌，他为什么要这样洗呢？是因为别人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如果你这样洗的，观众就看到了这个花色数字了。所以一般呢，赌场里面他要这样洗牌，没错，这叫做交叉洗牌，英文叫 reverse shuffle。好，这样洗牌，好，这样切牌。但是我小时候练习这个魔术，不管怎么练，都被我师父骂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洗得烂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烂吗？嗯，因为我不管怎么洗呢，这个牌永远都不会乱。神奇呀、啊！